有客户想要定制一款九尾狐，要求要立体，这个简单，马上安排。首先我们看这块材料，要想九尾狐立体，厚度是关键，做出适量的镂空，立体效果立竿见影。当然做牌子也不能太厚，就这件材料刚刚好。材料虽说有裂纹，但是做立体件，裂纹可以通过镂空将其化解，所以问题不大。我们先确定狐狸身体，再根据裂纹搭配九条尾巴的位置，要飘逸灵动。设计完成以后，我们就直接火力全开。雕刻时注意裂纹要尽可能的处理干净，壁裂可是一个雕刻师最基础的学问。在经历了3921天后，九尾狐顺利完工，让我们慢慢欣赏。